巡长李，嗯，你这里是不是收藏了好些市井画本呢？怎么了？能借我几本吗？嗯，霸道羽皇爱上我，摄政王情史，上古宠妻实录。这都什么东西、啊？哎，不要算了啊！我不想借给你。哎，不是吧？连羽皇两个字都不能让他看见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能对我这么细心呢？啊！哎，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在本笔，谁怕得到谁是只有惋惜，不许作弊。现在换我问你是谁，给了我金色光彩的记忆，不说很好，以你他一把把我拉过来，他说，说什么呀？你自己看，你明知道不认识很多字，那就算了。哪有你这样的读故事读一半？快睡吧，早点休息。不要说嘛，睡吧，太晚了。说嘛，说嘛，睡吧，早点休息吧。说嘛。他说我疯了，疯了一样的喜欢你。你若不是瞎子，早该看出来了吧。看到你，我也许曾有不同版本的。是你闭上眼，心和一样淡，全世界都无知。不要怪我轻点，不愿这简单的故事，谁让我是白痴。这种事情划分的简直就胡说八道，不知所谓，丢尽了我们读书人的脸。睡吧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夫子。然后呢？哦，对了，文词不通，胡说八道，胡编乱造，不知所谓。
父亲，你是为了救我失去了生命。罪犯封如彻，冒充羽皇，罪大恶极，现被玄机国师亲手击杀，特此告知天下。原来这羽皇是假的呀，怪不得一登基就加税啊！这死得好，活该嘛！不是的，是不是什么呀？哎哎，李总，我怎么看你跟这画像上长得挺像啊？怎么跟画像上长那么像啊？就是，你过来吧你！跟贾羽皇长这么像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管他什么关系嘛！长得像就一定不是好人，就是对，肯定不是好人。替贾女皇说话啊！大家伙都在替天行道啊！行道，你什么人啊？一个大男人当街辱骂殴打一个小姑娘，若送你去见官，最少杖责三十，还要罚你语出300。若是按照江湖规矩，你小命不保。还有你们，不问是非盲目跟从，如果是你们的女儿姐妹无缘无故遭到这样的侮辱，该当如何？哎，等等，哪儿冒出来的啊？啊，在这儿多管闲事儿！我，哎呦，哎，这不是死了？是中间心渐远，人多有不舍，化为离别字句，何不思说？但愿一目回首，有缘长久。对我何以只有何言亏欠，无你天涯不过是寻常闪电，人世间情妇抵不过两相见，若不厮守愿你我回首。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没看见哈、啊。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何言亏欠，无敌天涯不过是寻常闪电。好臭。人世间情妇抵不过两相见。没关系。